好，欢迎大家回到嚟动漫分物电台，讲漫画者帮第119集嘅第二节。咁啊，有啲咩书讲下咁样啊？天子啦，呢节咩啊？呢节我哋讲埋另外一本原因书先啦。讲咩啊？啊，系喎系喎，有 IP Man， 系IP Man， 咁啊，啱啱新翻就做咗三集啦。你讲咩啊，大佬？Iron Man， 今日搬新翻星期四，有冇搞错？系争一日啫。咁啊 ，IP Man 就即系终于都啊，唔系系啦 ，IP Man 终于都完咗啦。咁就20期，咁啊呢20期里面咧就我真系高高低低都见过啦。即系喺呢本书嘅质素嚟讲，高高低低都见过。嗱，剧本上佢同电影版嘅《叶问前传》其实系作咗好大幅度嘅修改嘅。咁我亦都对呢啲修改其实系非常之欣赏咯。因为真系佢作为一本改编漫画嚟计，佢发挥咗补完咗个故事，而且令到好多角色咧系变得更有个性。不论你喜唔喜欢嗰啲角色啦，但系起码系比电影版系更立体噶。即系纵观呢二十期嘅内容啦，咁我就觉得呢一本书真系喺短篇嚟讲个节奏算控制得唔错嘅。咁啊。尤其有一样嘢真系要即系激烈赞赏，嗰种激烈赞赏系咩咧？就系啲打斗啦。咁啊，基本上呢一本书咧就冇乜边一个即系会出波，甚至乎任何一个都冇啦，亦都冇乜边一个系阿 KFS 金钟臂啊，或者系呢个咁嘅九阴真经啊，即系唔讲内功嘅，即系佢哋好似唔系好讲内功啊嘛，系嘛？点讲？即系修身咯，即系修身。咏春，咏春咁样可能有气，即系少少走讲紧啲气。中国武术有分外家内家嘅，即系我就佢就冇特别去提呢一样嘢咯。系啦，咁啊，但系尤其系去到后段咧，佢可能画顺咗啊，亦都画惯咗啊，牛佬。咁再加上佢即系最近喺格斗事业上面又即系有翻即系上一层更上一层楼啦，咁啊 K.O. 咗一个比较后生成十几岁嘅僆仔啊，喺擂台上面，咁所以就即系佢嗰个可能对武术嘅一个想法有啲，或者武打啊格斗嘅上面有又有新一重新一重嘅领会啊，咁啊惨啊无啦啦又有啲领会，咁喺见到佢最后嗰两三期咧。佢啲咏春嘅嗰个打法咧，俾我感觉好扎实啦。都系同样嗰句，我系冇食过野粥嘅，咁所以我系唔知道嗰啲系咪真真正正嘅动作。但系最少我作为一个唔识打功夫嘅人，我睇落去我系感觉到佢哋每一招进退、防守、格斗打出去嘅嗰一啲招式啊，系好清楚同埋系流畅咯。呢样真系要比较一下，即系电影版嘅《叶问前传》啦。即系抱歉讲句啦，就好多而家嘅武打电影咧，其实真系流于呢个表演啊，即系视觉上观能啊。好多时打落去最强啦，唔系打落去你系觉得都系咪真系打咗落去啊？冇嗰种实牙实齿嘅感觉。咁但系杜宇航做唔做得到咧？杜宇航，杜宇航边个？叶问前传嘅主角咯，你系咪睇？我唔记佢嗰个人名噶嘛，大佬，我净系你同我讲，应该讲叶问打得好唔好啊？咁叶问你可能以为系宇宙最强嘛？我而家讲紧叶问前传呢个电影，佢嗰啲动作好快好流畅，但系打落去冇嗰种质感，即系有阵时我哋玩 game 咧，我惊佢质落去都系要求断。但系甄子丹做嘅戏，佢好多时真系打落去，或者你以前李小龙啊嗰啲咧，唔当其他演员系人，即系嗰阵时睇落去就好有嗰种逼力咯。但系而家新一代嘅武打电影就冇咗呢种感觉咯，所以我觉得系睇漫画先至能够俾翻呢种拳拳到肉嘅感觉我咯。吓、啊，有啲咁嘅。是啊，你我反而我觉得不是那么看，我觉得这些是你们经常都觉得哎即是身不如旧啊那种这样的想法，就是那些年轻人打不到啊，即是好像成龙最初出来个个都觉得他不够李小龙打得劲这样的意思而已嘛。真的，因为大家走不同路线嘛，即是我觉得我又不会将这个两个人直接比较的，即是你看回他叶问前传里面呢，那个叶问或者是部分角色呢，他出咏春嗰个连环拳咧，你觉得佢系出似出紧傲娇拳嘅，佢唔系实打落去嘅，耍紧花枪嘅啫。咁所以头先万记讲咧，啊觉得武打嗰度欣赏咧，我深感认同咯。而且有一样可能系最后呢几场打斗咧，调翻转系当初已经 set 好咗，所以好用心，即系佢哋有机会可能系反复去雕琢啊，即系设计好晒噶啦。即系我谂，我谂用电影比较又略为有少少唔公平嘅。即系如果我用翻头段
創刊嗰段時間去比較啦，初頭嗰種打鬥咧都仲係流於花巧，而到咗後段咧就比相對係非常之紮實。後段係指葉問即係回歸翻去佛山結開始啊，即係最後呢一段啦，係啊，佢打甚至啲人跳高啊，唔會話跳得太誇張。佢係跑嗰啲動作有啲問題啦。咁我都話啦，個跑都好似北斗無雙啊，李欣即係。佢係只不過將其中一格定咗格啫，其實你可能都係會跑到咁樣。係，我唔會跑到咁樣㗎，我唔會即係烏低身跑。咁另外佢就喺劇情上都配合翻，佢唔係真係為打而打咯。每一場，尤其是翻咗佛山之後咧，那個劇情係緊迫咗啦。每一場嘅打鬥都係同嗰個劇情係有呼應啦，即係基本上唔會令人咁好似龍虎門嗰啲夾硬冇嘢做啊，每期要加啲打鬥咁樣去。加落去，即系令你觉得嗰场打斗系会影响翻即系当事人嘅嗰、那个处事啊，又或者件事情嘅变化咁样嘅。嗯，系唯一就唔理想嘅后段拖咗少少咯。其实唔需要，如果以翻佢最后五期嘅节奏嚟计啦，其实唔使五期，四期即系可以交代晒。哇，离晒谱咯！拖一期先睇。佢唔係拖一期喎，直頭係將第二十期開頭頭十二頁，基本上就係重複翻，即係可能佢係重新畫過嘅，但係佢係重複翻第十九期尾嗰段嘅嘢嚟嘅。佢將個古仔拉多成十二頁，即係話其實佢只係有十八頁係新嘅啫，即係喺個古仔上面係新嘅。佢畫稿可能全部都係新嘅，但係古仔得十八頁係新，仲要有啲係交代。打完埋尾之後一個月、三個月，然後即係扮曬尊師重道。即系嗰一段咁样，即系你睇穿佢其实夜神月嚟嘅扮嘢啫。系啊，喂，即系其实佢本来如果将呢一啲稿啊，每一期渗翻四期落去前面嗰四，即系渗翻四期，每期四页，可能就已经交代晒成个故仔喺十九期嘅时候。咁当然啦，可能又要即系齐头咁样二十啦，咁所以就即系方便出单行本啦，即系合订本啦。咁呢个同出版社嘅方针有关系嘅。嗱，咁其实都累死人噶。喂，但系其实都唔一样啊。你谂下啦，有好多日本漫画啊，譬如针系嗰啲咧，佢哋要令到某一段古仔喺单行本嘅时候完整一啲啊，都试过系加字啦，即系原本平时一般大约九话左右至最顶笼十话，佢哋有时譬如为咗完整古仔要十二话先至去。完成嗰一期单行本，咁咪卖贵啲咯，冇嘢噶，即系你可以咁做噶嘛。而且嗱，头先我哋开麦前咪讲过，即系我唔满意尾段嗰度咧，关于叶问自己嗰段情系冇交代嘅。如果你唔将头嗰十几页拖剧情嗰啲攞嚟交代翻呢啲，我觉得系更理想咯。系啦，喺埋一齐，即系仲有佢之后落香港啦，你当系前传一个完结去衔接翻我可能冇机会出嘅叶问正传咁计。喂，佢落香港就要打仗噶咯。打仗之後先落香港，好遠噶啦，好遠嘅，因為佢跟住係當咗國民黨嘅好似係情報，應該唔寫噶啦，情報官嘅，即係當然佢唔敢寫啦，係啦，即係當咗有國民黨嘅情報軍官嘅嘅工作噶啦，咁所以佢要你要講佢再逃難過去香港，已經一九四幾年嘅事，就唔係而家十幾歲嗰個葉問跳躍咯，十幾咁多，我真係覺得唔應該咁樣去用咯。唔係，咁我覺得其實喺佛山完就 O K 噶啦，即係打冧咗葉天慈，我覺得呢個位係 end 得 O K 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我都同意其實既然有張榮成呢一個女主角喺度，可以攞多少少時間講佢哋，你未必一定要講佢哋即係白頭到老為永結同心，但係最少你講佢哋攤著咗，咁你咪最後用旁白交代佢，即係將來呢個就係。即係佢而且葉問啊，未來太太早幾期嘅故事，笑乜鬼啊？未來嘅太太會係邊個？佢只兔仔咯。哦 ，OK， 聽人爆私隱啊，刑事化啊，你大碌啊你！而且之前葉問能夠走得甩，都係靠張永成去幫佢噶嘛。即係咁樣去對待個女主角同埋劇情上有表現嘅人，我覺得係唔係好公平嘅咯？係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其實整體嚟講嗰個故仔。完整度係足夠嘅，咁當然都略有沙石啦。但係以最近嘅短篇作品嚟講，真係冇一本及得上佢。算係咁噶咯，即係我係覺得佢最尾即係叫做即係已經叫佢做一代宗師嗰度就有少少誇張咗。over 咗。即係雖然佢後面係真係會變即係係會成為一代宗師，但係真係成為一代宗師嘅基本上都係佢落香港前後嘅事。但係你到即係結局其實都未去到嗰個階段。
仲有成咁唔系着件成十零年咯，唔系着件唐装长衫，就好似黄飞鸿笑传啦，我谂谭纶企喺个海面，然后啲浪师噶，一啲浪一打上嚟嘅，大胆啲浪缩翻落去，即系唔系着件长衫就一代宗师噶，要咁样样做先可以显示得到叶问嗰种一代宗师嘅味道。咁我哋啊赞就赞个谭谭哥，其实可唔可以分析翻今次叶问前传个成功因素喺边咧？第一。本身條問題要被 challenge 嘅，佢係咪真係成功呢？有存疑嘅，即係點樣為止成功呢？即係我想你定義一下先。冇 cut 書咯，買到尾咯。係咩？咁龍虎門都好成功嘅喎，身處龍虎門。你可唔可以再定義？重新，起碼唔見網上好咁多人，即係好多時。你哋訪問個牛佬，其實佢同部分嘅港漫人一樣，佢都覺得網上啲人就係純粹乜嘢都要踩一餐先安樂嘅。但我喺網上真係唔多覺有呢啲言論喎，對葉問嘅評語咧係讚嘅比較多喎，即係會唔會算係大眾對佢一種肯定啊？鐵血堂堂都冇乜人插啊，就冇人理添啊，反而亦都冇人讚啦、啊。即反而就是會不會是話應該話佢唔會引起好大嘅不滿，而平穩咁樣去到結局咁樣。嗱，不過即如果咁樣嘅話咧，我嗰個狼講成功咧，反而我會有另外一種睇法，就係、是、本書出之前啲人嘅反應，同出咗之後嘅人啲人讀者嘅反應。出之前咧，好多人都覺得。妖呢本書都係抽水嘢㗎啦，不知所謂。唉，牛佬之前寫龍劍飛又點點點，又乜乜七乜乜乜咁樣，即係其實個反應都唔理想㗎。最初喺未出之前，咁但係即係最少出咗廿期，都冇人夠膽，即係可能知道牛佬練一拳啦。唔係喎，當初本來計劃係十二期咁啊，佢都加埋加到廿期咯。咁龍劍飛都加到七廿幾期啊？你覺得佢好好咩？冇關係。嗰個係苟延殘喘啫。十六期九到七啊，几期都几九啊！唔系当初嗰十六期，我就从来都唔信咯，只系叫做提高大家嘅信心，或者系引你哋班人落搭先嘅啫。策略嚟。所以我自己觉得即系如果对比起网上前后嗰、那个那个反应嘅话，其实系整体嚟讲，佢都算系就好似你咁讲啦。佢未必好成功，但系最少系合格有余啦。咁都可以话系翻案成功嘅。系啦，即系最少。因为之前真系大家都好唔认同啊，即系哇出咩叶问前传啦，唔好嘥时间啦，即系有好多人都系咁谂。即系你好惊佢会变到好夸张啊，但系即系 turn out 出嚟，你就发觉佢都写到，即系其实枪嗰漫画都可以写到扎扎实实嘅武打噶。我嗱，不如喺即系再讲佢点解会觉得 OK 之前，我有少少嘢，有少少嘢想叫做谈下嘅，就系、是、之前咧，我记得咧啊有幾日監製定係策劃啊？德哥咧，佢喺佢嘅 Facebook 度咧講咗好多，即係會即係好多懷舊嘅景啊，去到臨尾冇曬啊呢啲嘢，即係同當代你感覺唔到嗰種關係喺度。即係我只係知道有一班人咁巧，我知道呢條友係葉問，我係知道呢條友係一九幾幾年到一九幾幾年嘅人，咁所以嗰段時間我大約知道佢係即係文初。嘅人，我唔係嗰啲景，可能澳門都有，係香港拆曬啫嘛。喺曬啲書度咯。咁所以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呢一啲嘢去到臨尾冇咗咯。其實呢個係好多書嘅問題嚟，就係、是、原本第一兩三期堆砌得好靚嘅嗰啲同時代有關係嘅實景到，到即係去到臨尾就即係拆咗個廠景咁樣，即係唔係冇曬啲外景，就係搭翻啲廠景咁樣。咁即係我會覺得呢個係唯一值得比較。失望嘅地方咯，對於我嚟講，咁但係佢好嘅地方，好似頭先咁講，即係哇，我睇翻啲動作咧係好流暢嘅，即係好耐冇睇過啲比較紮實嘅武打啦。即係另外一本標榜都係紮實武打嘅《跳躍螳螂》咁樣啦。佢有標榜過咩？原來好似有，係我嘅以為佢係啫，痴心錯付呢句。未出之前會有咁嘅期待，所以佢呢個成功嘅地方係咪真係因為佢有呢個武術指導嘅顧問咧？武術顧問，我諗都一定有關係㗎啦。即係冼國林幫。再加上牛佬本身而家即係又食緊夜粥啦，包括以前食過，而家又食緊，即係佢都幾鍾意食㗎。咁佢係其實係對於嗰個實在嘅格鬥係比較有想法同埋有準備，亦都有認識嘅。咁所以打出嚟嘅譬如伏手啊、攤手啊、牌啊、日字衝拳，其實佢嚟嚟去都有幾招嘅。但係佢嗰啲圈手啊點樣即係唯一喺漫畫裏面，我呢度唔係好感覺得到佢做得理想嘅，就係佢冇黐手嗰一個位啊，即係好難做啊喺漫畫度，因為佢嗰個黐手其實動作係即係
好烈好流畅㗎嘛，喺我哋平时睇呢一个即係啲短片。咁但係大体上佢做出呢啲效果都係好理想，咁加上整体嗰个古仔都係好好平稳啦，冇咩反驳啦。咁啊即係虽然故事合理就未必好睇啦，咁但係即係佢呢一个喺平稳得嚟之余係冇乜惊喜，但係佢唔係好差囉。即係譬如葉天使嘅身份大家早就知㗎啦。你都讚得好迂迴下我只能夠講唔係好差。都 ok 嘅點講呢，歐即係超出我想象囉。我原本都諗住其實唔一定，即係唔一定會好好睇，同埋香港漫畫人其實佢哋我唔知圈稿嘅關係定係點樣，圈慣咗啲超現實打鬥。即係雖則牛佬已經係當中比較略為即係平实啲嗰一位噶啦，但其实古惑仔里面咧，你间唔中都有啲咧，好似战神啊，即系你觉得佢超出咗啦。当然佢可能系讲紧一个意境上面嘅嘢啦，但系都会觉得佢系有少少踏足，即系受到影响咗嘅。但系叶问里面咧，开头我都仲即系可能系啲阴影问题啦，嘅就会有仲有隐隐然有感觉到一啲去夸张嘅，但系去到后面咧就已经开始。即係尤其是最後嗰場已經非常之真係非常之扎實，你即係真係覺得嗰一拳係打埋嚟，而唔係隔空已經可以傷到人嗰度嗰隻咯。咁佢另外就幫呢套作品加咗幾段戲啦，即係電影都冇嘅，就係北野會長就原來咁好打㗎啦，應該好打過天赐添嘅。即係葉問又同佢對手戲啊，即係呢啲電影冇嘅，就show多咗八爪刀對日本武士刀啊嗰啲嘅情節啊，仲有後面最後阿天赐佢自己原來有學柔道嗰啲咧，即係都係喺漫畫度先表達到咯。即係電影嗰度純粹係靠噏俾你聽啊，佢原來學過啲日本武樂術嘅，但係你喺入邊睇唔到幾多，除咗兩下高踢腿係空手道嗰啲之外，咁我都覺得係幾用心嘅鋪排嚟嘅咯。咁呢個就係我覺得佢值得加分嘅地方。不如咁樣講啦，即係回顧呢一套嘢。如果問你一個問題，假設如果你而家知道咗套嘢都係咁樣嘅質素啦。当日你会不会其实 keep 住买呢？会啊，即系而家梗系冇机会啦，即系我哋要买就系要即系重新即系买啲二手啊，或者揾机会即系可能去信和三楼某间即系至高级咁样去。咁话唔定会出合定本嘅。窄少少啦，我估。不过即系系啦，因为呢个涉及另外一个版权问题，可能因为我唔敢讲。咁但系即系会系嘛？嗯，系啊，即系我都觉得其实值得推荐啦呢一套嘢。佢唯一係好似畫工方面係尾段嗰度差咗少少啫。其實中間都有少少立嘅，如果唔係老實講我都唔係 cut 咗啦。嗯。係咪即係我又唔係我哋唔係話邊一個買咗一本就一定唔會買第二本㗎嘛。即係譬如好似和仔殺到封神幾咁司令馬我都有買啦。咁但係葉問最初係因為阿話買咁所以我先唔買咋嘛。咁其實係即係我哋最初係有說遇過呢、這個即係要放棄嘅一個階段嘅，咁係因為以為有得睇，即係可以免費有得睇，咁所以先至即係我哋都唔係嗰期啱最窮困嘅時候。係咁，但係其實佢嗰排係之前嗰期係啦，同埋因為佢嗰排都立立地嘅，即係喺個股底上面有少少回落嘅，咁所以我哋都算啦，我哋都好長時間冇講啦，係啦，咁直到買翻一大扎，即係中間好似由十二期開始再睇到十六期，咁我覺得都 OK 上翻嚟喎，咁又再買埋，即係仲有嗰幾期翻嚟睇咁樣。嗱，咁所以即係我諗，牛佬如果佢再出，雖然我喺Facebook 都有問咗佢，會暫時有冇即係新嘅動向啦，佢就話暫時都未有住，即係佢話佢係一個好被動嘅人，佢一啲都唔主動喎，佢話。咁所以即係如果玉器嗰邊未有咩想法嘅話咧，暫時佢都未必會再有同玉器合作嘅新書住。咁呢個就係呢個想法嚟嘅。咁但係如果再有嘅，咁我覺得值得捧場咯。啊，玉器大公司話唔定拍埋啲肥老師，係，然後再拍埋牛老師，啊、拍埋啲大祖師，唔知咩師啊，龍虎師可能係龍虎師。但我覺得今次呢個形式係值得借鑑啦，即係有呢個武術顧問咧，就有少少似當年玉記成立初期係有呢個編劇團啦，即係仲係書入員啊嗰啲玉弟記啊，玉記唔係文團玉郎
系啊系啊，应该叫仲叫玉郎嗰时。即系嗰日呢种合作，互相发挥到最高境界嘅形式咧，系比较适合。我嗰度问下萧生。咁唔一定要揾翻同一个人嘅，即系总之呢个制度系可行嘅咯。即系唔好揾一扎唔正式嘅人去做，又会出佢名啊嗰啲成。上 Facebook 问下万友咯。我只能够讲一句就系、是，武术顾问呢一个朵或者呢一个 terms 咧。其实都唔系净系叶问，龙门都有，但我都系嗰句啦，我死都唔信啊！万佳荣呢位万生咧，即系佢系识得呢一个金钟罩啊、九阴真经、啊，同埋可以即系泰国横行无忌撕断人哋嘅手又，佢卖电灯胆嘅啫嘛，万佳美。佢叫咩？好似叫萬榮佳啊！萬榮佳，或者要執一執佢咯，即係坐嗰啲位係邊個制？唔係咁嘅意思，即係坐嗰位嘅真係要揾個稱職嘅先得咯，即係唔好得個形而冇個實咯。好，咁啊，下一半啦，係咪講天子啊？下一半唔係講嗰啲將會拍埋大公司係咩？哦，龍虎四啊嘛，係嘛？講龍虎四嘅專欄，你哋講啦。你哋要唔係我見咁好火見你？唔係我見佢話咩龙雷曼兄弟嘅第二辑话唔定可能或者有机会吓、嗯啊，就会拍埋啲大公司度用另一种形式去出版嘛，咁我咪佢想害边个啊？系咪同天下合作啊？诶、大公司、啊，到时可能唔系海洋二号咯，可能小威变咗零件，我惊大家。讲个专栏啫，其实就龙呢、本叫咩《龙虎帅》啊，系啊，龙虎帅讲真系冇咩好讲。上期都讲咗啦，就好深入啦。个内容吓，个内容大家笑完就算噶啦，冇乜。系啊 ，get 慢你唔会无啦啦攞好多嘢嚟笑噶嘛？唔笑嘅 get 慢都几难揾噶。喂，你估啊？真系好多 get 慢其实唔好笑噶。好难啊！系啊，咁啊。即系冇啊，基本上就系、是、即系又系少下啲助理咁样啦，周不唔时咁。今期武神入边嘅肥良川南都有讲过类似嘅嘢，都系话啲助理咯，即系做唔到要求啊，但系永远都系冇将嗰个重点摆翻落。嗰个系肥良川南嚟嘅。系啊，嗰、那个系肥良川南。但呢个系海洋二号川南嚟嘅，佢又假借。咩啊？咁咪即系海洋里面两个即系石果紧随主笔都对啲助理好唔满意咯。即系佢仲要即。话即系呢本书咧系可以有钱赚嘅，但即系卖得嘅叫做，但系咧都系要暂停，原因系因为班助理，即系佢唔相信班助理有毅力同埋同埋能力可以做得到周刊或者双周刊，即系我唔明白跟住佢之后更加仲引咗和平嗰个例子啦，即系古惑仔啦，就话人哋和平嘅助理系少过海洋嘅。但就人哋可以做到三日刊，做古惑仔就长，系啊，长期唔脱。你睇下隔篱阿明仔啊，几叻啊！系咯，咁似啊！但系当啲僆仔话阿妈啊，隔篱明仔去迪士尼乐园玩啊，跟住佢阿妈就：，人哋系人哋，我哋系我哋。即系我觉得你系咪应该要检讨下你自己里面嘅制度咧？人哋三日刊，即系少过你嘅助理，即系基本上系真系抛离好远噶咯。人家一般市面上其实都是做紧周刊啫嘛，但你就连做周刊嗰个能力都冇。咁又唔系嘅，即系譬如有啲大公司，佢一间公司出几本书，佢都唔系分咗几批助理噶嘛。佢、有啲助理系 overlap 噶嘛。系啊，系咯。咁我想问一下，就到底系即系你呢个所谓半退休嘅肥老细嘅主系咯个老细咧，咁到底系做啲咩嘅咧？半退休咯。即系我觉得呢段专栏咧，我真系想揾翻系边个写嘅咯，啲字我真系完全一刻咗个字喺度，即系个风格，所谓独特嘅风格系真系。唔系，不如其实要比较，要同和平比较嘅直接啲啦。咁牛佬一个礼拜有几多个钟头喺公司，肥良一个礼拜有几多钟头喺公司啊？咁咪得出个答案咯。佢而家系话啲助理嘅制作质素啊嘛，佢系话制作嘅助理制作嘅时间追唔上嘛。唔系啊，咁如果阿头都唔喺度，个军心都唔方稳噶啦，呢个系好简单嘅道理嚟噶。诶、嗱，咁又唔可以咁讲、啊，咁应该有助理组长、啊。黄玉郎都唔系成日喺玉记噶、啊，黄玉郎都冇揾制作乜仔，有掟晒落去，有、啊。佢多定得多多啊？春秋戰紅係佢搞，佢去上海都 fax 翻啲稿翻嚟噶，唔係即係咁專欄啊？我唔知啊，總之係稿啦，即係每張稿前後要睇五六次，
咁佢應該都花好多時間落去嘅。咁係睇完都咁多錯字，又唔有陣時啲錯咗嗰啲又唔發覺，咁樣咪就係佢自己嘅責任咯。咁簡單啫。即係何為半退休咧？我真係唔明，即係寫啲嘢自己都前後矛盾。即係和平，即係你都識得講和平嘅助理少過海洋喎。佢直頭話我真係覺得你係咪應該要？其实都是 management 的问题啦，问下阿牛佬咁样啊，请教阿牛佬咁斟杯茶，牛师傅，师傅咁样啊，即系人哋可以管得咁好，人哋可能嗰啲所有员工系斩鸡头烧黄纸，然后入去嘅，咁咪会自动波做嘢咯。我只能够想讲，如果佢真系会做呢一样嘢嘅话，即系话佢醒咗噶啦，系嘛？系，如果佢真系会够，即系佢有呢一种勇气。去走去同翻牛師傅講請教佢嘅話，其實佢會成功嘅，但係佢而家就係做唔到呢樣嘢。即係佢可能去開和平咁啊，探下牛師傅嘅時候就見到啲人都係攞啲圖喺度扭下扭下啫咁啊。係啦，我終於都知道原來唔識畫公仔都可以做主筆㗎。唉、哎，大家真係算啦。咁第四期大家仲買唔買佢咧？都唔使買嘅，唔使買嘅呢啲咪書。睇唔睇啊？執翻嚟。點都睇埋點死嘅。即係佢話下期會出專欄嘛？係係咯，係要寫下龍虎穗呢個故事。第四期肥良專欄點會出現喺武神啊嘛？咁下期會破格出現喺呢個龍虎穗。我、哦、冇所謂啦，係有書咪攞翻嚟睇咯。即係我喺街邊見到本宅男，我都會攞翻翻嚟俾大家睇。啊，強！我知道第二期你唔係第二期啦，你意思？係未買啫，未買。我見唔到，好似有賣曬。好好賣。咁犀利啊！喂，唔好讲笑喎、啊！跳螳螂，我头先话想买本大结局都买唔到啊，好好卖。小威啲书好好卖，好冇感情啊！呢句说话，咁算啦，大家好卖，唔一定有充满感情咁讲噶嘛。你头先嗌一句好食啊，几硬几假啊？同我含住啲烟头，下一本下一本。喂，仲有冇嘢讲先？唔系，就期待下呢个强劲嘅故事，或者会喺唔同嘅方式同大家见面啦。阿赵啊，讲咗十几年啦，佢呢啲说话，或者老细会同大公司合作啦，而唔同嘅组合去连载，佢都未定啦。信我，佢讲很劲的，佢便秘又好劲，你又知佢便秘好劲，睇字都睇得出啊，唔使见个人啊，真系。装佢去先。今日啦，一半三个消亡。咁啊，黃金篇完咗啦，終於都完咗啦。喂，但係咧，似乎好似唔係好銜接喎。嗯，點樣？即係同上一期，因為咧，我同阿狼咧啱啱第一次睇嘅時候咧，都好似諗下諗下，咦，係咪睇漏咗一期咧？點解曹流孫三條友會即係分別跌咗落去唔同嘅地方嘅咧？跟住即係要一路睇，再諗下諗下，先至知道醒起啊，原來係上一期尾阿寶又再即係畫翻。飞沙碎狂龙，唔系飞沙碎狂龙，咁啊就即系啲黄沙卷起咗佢哋三个含有呢一个黄真龙帝气嘅三个即系曹流孙啦。咁又嗰条龙咧又分别断开碎开咗三节，同流龙首、龙身同埋龙尾，咁咪飞沙碎狂龙咯，系咪？咁啊，仲睇呢啲嘢，念念不忘啊！你念念不忘咋？唔系咁话晒都系我自己嘅嘢嘛，系咪先？咁啊，即系忘不了噶啦，始终都咁啊，所以就即系跌咗落去，即系解决咗嗰个黄沙之后，佢哋跌咗落去呢、這、一个各自唔同嘅地方。咁跟住咧就遇到十常侍，十常侍呢个角色咧，嗰、那个人设我真系不得不赞呢个人设，佢系有心噶、哦，佢系有心噶、哦。佢嗰個造型係點樣呢？佢明顯參考咗《鬥獸棋》裏面嘅其中一種動物，係啦，唔係立不小身咩？參考咗就有個即係呢十條友，即係十常侍啦，就戴住個頭盔啦，即係嗰啲就住成套西洋嘅盔甲咁樣，成套戰甲啦，個個都大隻佬咁樣嘅。咁但係咧，由於係啦，呢十個做曬尖啊，呢十個十常侍咧，其實佢哋係太監嚟噶嘛。咁所以咧，为咗要突显佢哋原来即系吓嗰个骄人之处咧，佢哋嗰副甲咧喺佢嗰个下阴个位置咧，哦，整个乌蝇喺度，乌蝇嚟嗰两只系啊，嗱，两只乌蝇嘅大眼，再加佢嗰个吸嘴，成个乌蝇。我觉得呢啲系前列腺肿胀，要做手术噶咯，应该要做手术。咦，唔系、啊，拉打嚟噶，好似系。Come in， 拉打。我 send 俾人英雄频道嗰边望一望，睇下佢系边一代。系中间大，中间大嗰代。
我个头盔系型嘅，但下边要整个咁嘅古灵精怪。唔系、哦，因为其实呢个系特登嘅、哦，因为咧佢呢一度有讲过话，曹操为佢哋作呢个心理分析啊。所以太监系一个唔完整嘅男人，惊喵。所以啲须系假嘅。系啊，因为佢呢度啦，加上那个玉盖弥彰嘅装饰啊，佢特登跟住就系指住，即系指控嗰、那个即系拉打位咁。咁所以即系其实系即系好清楚嘅呢、這个。佢有即系个设计人设系，即系呢个造型设计系好有意思噶，无啦啦将拉打头盔扮啊，啲大菜，只要用心个个都可以画神，唔系只要用心个个都系拉打。嗯，好啦，咁啊，跟住呢个曹操嘅遭遇啊，佢唔会学春秋战国咁样曹操篇，跟住然后就刘备篇啦。阿伟同阿宝唔会咁样嘅，我相信啊。唔係喎，佢話之後係十常侍篇，但係應該即係，但係佢嘅意思係即係唔會一期裏面寫住降龍篇咁樣，即係佢唔會 sharp cut 嘅，佢都會提下劉備嘅，應該就阿、孫堅啊嗰啲。即係唔係我嘅意思係佢唔會，佢唔會側邊加行，佢唔會再喺側邊加行，即係好似咩咩蚊香特約咧、無忌嗰啲啊，一行字爆谷爆谷蚊。曹操篇，跟住哦隔几页，跟住就话呢一个阿居乐提提你，现在系刘备篇，即系佢唔会咁样噶嘛，即系最少唔系咁样啦。咁呢个十常侍篇 ，sorry， 黄巾之乱篇咧就最后嗱，呢、這个就纯粹系因为阿伟嘅个人想法啦，所以特登要将阿张角、张宝、张良死得好惨啊。嗯，咁我自己反而就觉得其实咁样整死佢其实系即系有啲多此一举啦。我自己我觉得浪费咯。因为呢几个角色其实佢已经废晒武功噶，就算佢唔死，你都可以当佢系平凡。不过阿伟自己就好憎，即系佢喺专栏有讲啦，话佢自己系好憎一啲将宗教同埋政治拉上关系嘅，咁所以特登整死。哦，咁呢个冇所谓，其实系仲要佢惨死添。系啊，编者个人嘅嗰个想法。咁但系我自己，因为我冇呢一种咁样嘅感受啦，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呢几个人如果换转另外一种想法，陈某嘅话咧，可能张角、张良、张宝第二时有另外一种模式登場都唔出奇，即係我覺得未必一定要嘥咗呢啲人，因為其實佢都有啲快噶嘛，佢個故仔。即係好似今期於吉佢，當然佢響後邊經要幫佢鋪個劇情啦。其實呢三兄弟都好似可以好似於吉咁樣將佢壓後翻咯。咁快整瓜咗就真係對於成個故事嚟講，有啲可惜。我反而覺得佢三兄弟嗰個感情咧寫得太遲啊，前面又比較冇即係如果你我而家呢一期開始。即係睇到呢一個場景，即係佢哋有啲互相扶持啊！即係真係好，真係三兄弟係有兄弟感情喺裏面嘅，而唔係三個一齊，即係只係好大難臨頭各自飛嘅啫。係啊，起義啊嘅時候先要走埋一齊，叫做稱到底嘅。其實係可以攞嚟同劉關張做一個對比，但係前面佢冇咁樣做到，咁我就覺得有啲可惜啦。都死即係而家即係張國。即係呢三兄弟已經就死咗啦，就退場啦，咁就之後就唔可以再有啲咁嘅即係對比去可以做得到。其實我諗住佢哋三個臨死可能會仲有啲妖法咧合體之類啊，即係可以打到鑊添喎，估唔到咁。有佢最後咪就係嗰招即係咩黃沙，唔係即係再妖法啲嘅感覺咯，但係就冇機會做呢啲表達咯。但係已經廢咗啦嘛，唔知即係。如果废咗嘅咁都正常嘅，但系另一方面就系话千岁夫人对付三个废人都要用到绝招呢下，又真系我觉得系啦，咁啊，因为千岁夫人打过，即系讲到明系唔系嘅，唔会太好打咯。系啊，我唔知算唔算系一个定位啊？我都系 show off 嚟嘅啫，特登要将嗰三招 show。但系亦都我攞徐风转青蛇青竹蛇耳口黄蜂尾后针。同埋呢一个最毒妇人心，我攞风中转唔系嘅，步法嚟嘅，身法身法嚟嘅，系嗰下庆功。但系为咗三个废人都要咁样出绝招嚟讲，即系咪想暗近话俾我听，其实千岁夫人唔系好掂？即系觉得奇怪咯，喺女流之中根本都唔能够顶足而立。但系佢系头头嚟噶咯，已经系即系你要残杀佢，我觉得可以。用你本身的能力已經足夠，不需要用到咁高階的絕招。你斬即矮化了呢三招咯，以後再用的時候就會覺得，即除非你有再深化啲嘅演繹，如果唔係就會變咗令人覺得係唔係即唔係啲咩咁強嘅絕招咯。咁同唔係，但係佢講到呢
三獨禁招已經會大損芳華噶咯。但系对住呢三个废人，又何必需要用呢三招去大选自己芳华？咁系咯，都系其中一个原因。系，即系其实系同佢要 show off 嘅呢一个，即系个角色同应该话，佢必须要做呢一样嘢嘅嗰个必要性唔存在。即系佢谂嘅嘢、讲嘅嘢同佢做嘅嘢，好似有啲唔协调咯。即系呢啲咪叫咩啊？口嚴體直咯。唔系嘅，如果要你话思觉失调咩？合理嘅话，就系佢本身系一个好弱、好弱嘅人要。咁样大选芳华嚟出绝招对付三个废人咯，但系就变咗佢唔能够响头先开头第一期嗰度三大势力嗰种鼎足而立嘅感觉破坏咗咯。同埋喂，要提一提阿伟咧，即系我唔知道有冇听啦，我当我有啦，系啊，即系譬如第27页咧，佢有时写起啲字令到我睇到有啲莫名其妙，即系譬如27页嗰度咧，不枉我切。想方设法让孙坚漠视法军规，带着千千同行。喂，你咪就系千千咯。但系我最初睇呢一句说话嘅时候，我跟住就即刻问翻师弟：喂，千岁女系咪千岁女弟？系千岁女弟唔系就系千千啦咩？系。咁既然系咁，点会讲句咁样嘅说话嘅咧？即系你冇理由，即系24个比你都咁紧要啊嘛。嗱，其实唯一嗱可以理解嘅就系千岁夫人。先至系佢嘅真正身份，双重性格。千千咧就唔系佢，即系好似小孟同貂蝉咁样啊！即系个小孟话，但系你自己同自己讲嘢，或者你自己谂嘢，你系唔会咁谂法噶嘛？即系我明啊！即系我就所以咪话唯一可以令到佢咁样讲嘢嘅 situation 就只有咁样咯。即系只要佢真名唔系叫千千嘅时候，就可能就佢就会有咁嘅谂法。即系你唔系喎，你同。即系假设应该话，即系心声唔应该系咁，系啊，心声系唔会讲到堆砌嘅，因为你只有系譬如同其他人讲嘢咁巧，譬如同你下属或者同你上司去讲翻你呢一次嘅计划，哎，好彩我咁样令到佢打，令到孙坚打咗千千去，咁但系如果你自己谂自己嘅话，就系好彩佢同我一齐嚟啫，即系应该系咁样，咁所以即系有时会令到你睇到有啲即系拗头咯。所以我唯一觉得合理，除非佢就系鬼上身嗰只咯。即系好似阿丧红入边嗰个元音女啊，即系上人身嘅，咁先至合理咯。丧红，春秋战红啊！你讲、啊，我真系谂到我。喂，咁你讲到即系上人身咁啊？啱啱我哋都有单猛料，泰国嗰方面阿白痴男上咗黑仔杰身。你睇佢即系啱啱讲阿黑仔杰杀咗两条友，踩住另外一个即系想即系追捕佢。通天教啲流路啊，系啊，翻江交嗰边啲手下。劲喎，踩住嗰条友仲做紧拱桥。你睇佢个姿势，其实佢压晒腿咁样踩落去噶。如果咪边踩到咁低啫、啊、呢、這个位，即系佢压住腿咁样踩。咁嗰条友都好大只下噶。系啊，佢下低嗰个就拱桥。讲慢你，黑仔杰就定还是佢？左脚小腿系比较短啲小儿麻痹，喂咁啊惨啦！左手俾人斩咗右脚，小儿麻痹。哎呀，黑仔杰真系好黑仔啊！佢咪第时入去地狱门入面残中嗰啲一个人咯。哎呀，好惨啊！咁佢啱啱俾白痴男上身啦。你呢一架即系做完之后咧，如果搏落去咧，俾嗰位咩神兵大帝 F 系嘛，咁就会跟住搏落去就会。拥抱大地吧，咁跟住就佢就摊开只手，然后啊，对住个大地嗌一声，系啊，佢面上边都多咗三条箭纹啦，系啊，系啊，咁啊，另外嗰边打咗黑就睇唔到啦，唉，好惨，即系呢一期我都唔系好想讲，我咪完全唔似一个断咗手嘅人嗰个表情，太过强势啊，佢呢个表情。即系你喂你仲流紧血噶你只手，啱啱先俾人斩咗落嚟嘅，好似止咗血嘅，一啲痛苦嘅表情都冇，止咗血嗰啲咩嚟噶？一点点叫三花三嗰啲碎片，淡奶啊，三花，我唔知佢会唔会流啲淡奶。但系即系纯粹为咗堆砌画面而画格咁嘅嘢，系懒有型咯。即系如果罗家英喺度，就会同佢讲。冇人可以喺我面前懒又型，即系你话佢啊下定决心啊，爽快啲打低呢两条友都还可以啊，但系唔使咁样一代宗师咁摆晒款啊。哎，佢冇着长衫，所以唔能够称之为一代宗师。系咯，真系太凶狠啦个样。系啊，太凶啦，真系似男样嚟啊呢个系。即系作为一个断咗手嘅人，你唔觉得即系呢个表情真系强势得滞啊？唔系，佢真系以为。即系似男都断手噶嘛，咁我咪以为断手嘅人都会咁。佢坐定粒六，我谂住一阵就佢装机械臂。唔系，先有人用磁场力量帮佢泵翻啲
隻手臂出嚟先。咁然後阿光頭星就會走嚟同佢講：唔得啊！頭先你俾阿番哥交，唔係俾唔知邊個劈過，都係用死力劈。刀王，刀王劈落去，都係死力劈落去嘅。跟住阿黑仔繼續就頂你個肺，咩叫死力啊？黐線，係啊，就係、是、咁樣。咁啊，喂，搞完笑啦，咁時間就到此為止啦。好，咁啊，禮拜四就繼續今日波新翻啦，禮拜五咧。都是讲埋偶者波喎，因为是和仔的专访嘛，系记得留意啦。咁有咩问题的话，就快啲去讨论区嗰边啊铺埋啦。但是要讲一句，向我哋可以向大家保证，你哋所问嘅问题唔一定会问出嚟嘅。咁當然啦，呢、這個一我哋問，我哋夠姜問人哋都唔一定要答嘅。而且而家都成五十題噶咯，點答啦？差唔多有啲 overlap 嘅話，咦、啊？有慢慢再篩選啦。對自己都問咗十幾題啊。我有約摸有四至五題係問火龍幾時出，係啦。咁我哋幫佢答啦，好似知道噶啦。呢題唔上次都講過啦，就係出年年中咯，係啦，大約咯，係啊。即但我都可以再問嘅。咦，不如我哋繼續去幫和仔答咯。係啊，都唔使上嚟啦佢。哦，咁唔好，我都想見下佢啊嘛。即係當事人都可以再答多次嘅。咁最後再次多謝翻各位聽眾嘅捐款啦。冇錯，咁啊，日後有機會我哋再向大家再江湖救急。好，今晚節目時間再到呢一度為止，我哋係咪？係啊，總之下個禮拜嚟緊禮拜四五再見啦。拜拜。